相信今晚有你，一定希望讲看到你会当坚强，能够艰苦好吗？今晚该为情碎碎的走，我相信你一定做好伊。都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，心情就激动走出去。不过我叫丽丽跟着出去啦，有丽丽在，应该没代志。有你，爸爸拢也过会去。你读幼稚园的时，你的自我介绍，你都跟同学说我叫蔡由美，有没有特别美丽的美？你有也假事，但是你假不好，你知无？你还来跟爸爸妈妈放的？你敢真是怕会开卡？尤美啊，妈妈真正不相信你安怎就离开我，我以后是要安怎？我想，袁主席啊，尤美是一个最友好的查某囝。我希望看到你两个这样伤心艰苦，你别在他面头前流目屎，若无伊就唔甘的，伊会夹袂开脚。是啦，可以好好行啦，都参照尤美讲的啊，可以在天顶做上水的天使啦。妈妈没有变天使，她只是在睡觉。那。哪会发生这款代志啊？我怎么知啊？你昨日酒吧内底，许王公公要闯出去，我感觉不是坐底出去看，伊是坐底到山顶买了一间破厝啊。一入去，你就已经中毒了。我这边哦，发现一张遗书啊，我看起来哦，敢若是要自杀的。不过刚才在小酒吧的时候，完全看不出来瑟娥有想要自杀的情形啊，哪会这样？跟他跟蔡瑶就有关系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蔡氏在那里无良心，把自己的小妹给害死哦？不可能是尤迪。是啦，尤迪跟尤美虽然不是亲兄妹，不过他们两个没什么冤仇，尤迪哪有可能害尤美？哪会无啦？啊，顶个尤惠哦，那提包那全是地流氓的代志啊！啊，一直扣分在心内肝内啦，啊，三不五时哦，都加尤惠一下啦。我看这么是一个无完整的查甫人呢，啊，心理哦，难免较无正常啊。我知影讲尤迪最近变款变真济啊，但是佮安怎变，我都唔相信讲伊会这尼啊无人性。伊甲尤惠两个越来越去，迄是兄妹啊，越过伊嘛无该安怎啊？是啊，啊，哥甲尤惠哦，拢只是嘴下讲讲尔，我相信伊无可能对尤美做这么残忍的代志。而且哥，是安那边来对待阮姐，无道理啊！刘彩萱去裸照的代志，真正是哥主持人去做的。我有拄到涉及刘彩萱迄个人，是伊亲自甲我承认的。刚才是因为尤美知影尤迪和迄个酒客串通涉及彩萱的代志，所以尤迪为着要安看这件代志，才会对尤美动手。可是那真正是安尼，难道尤迪唔着犯着杀人罪啊？不用的，我先把那讲出来，然后我肚内底囡仔是要安怎？不管怎，
我一定查出阮姐出代志真正的原因，袂让伊安尼行得不明不白。人都已经查，还是免哪查？有必要？你若真正有理有邪，你就要来跟阮大家脱帮。来跟阮讲清楚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少尤弟还是尤弟，你叫出来，我要问伊啊，这种不是人的代志，伊安怎做出来？川弟，你快出来！你讲川尤弟死啊？伊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对头，这摆伫北，一定是川尤弟害的。川弟，你快出来！你搞什么证据啊？讲是尤弟害的，搁再讲两个人是嫌妹仔呢，哪可能尤弟害尤弟啊？那也无可能的，北后人还搁顶过去，这是因为北伊刚顶来死。这已经证明，蔡尤迪已经死去一世了。伊害死尤彪，一点也未感到意外。蔡尤迪，伊就是叫魂，这才对尤彪。你莫讲鬼无天哦，这的代志哦，拢跟尤迪无关系啊。你莫啥物话拢塞尤迪遐无？哇，你是咩事情？我跟伊讲吼。你找他干也阁无搞心嘛？蔡尤必死呀！我嘛感觉真意外，也唔可我相信这跟尤迪绝对无关系啊！你失去太太，我感觉真同情，也唔可请你卖诬告尤迪，啊若无，我绝对告你诽谤。你因为免讲，你去叫蔡尤迪出来。就算讲伊滴个，我嘛袂让你甲伊见面啊！蔡尤迪，你死！你敢做？蔡尤迪，你敢做？你是犯罪啊！这位，你是卖做梦好不？清楚有证据才阁讲啊！所以你若是查甫爷，你都讲出来。我著甲你讲，伊无伫咧内底，你听无信。你无爱叫出来，无要紧，我家己找的。志辉，志辉，志辉啊！志辉，我找你电话，但我袂乱跳。志辉，我把车又停了，今仔无电车啦，那先等几分钟。黄丽丽，我警告你，今仔当即去闯出去，啊，若无我打电话报警。志辉，事情我拜托你了。但是你唔好话，若是蔡尤典真正害死尤敏，伊绝对走袂去的。啊，不过即摆上紧要紧的是尤敏，咱是等靠尤敏好无？爸，真正是莫名其妙呢，伊安尼吼算什么尤典的亲人啦？竟然叫尤典吼是杀人凶手，爸。你看，尤迪有这款亲人哦，实在足悲哀的呢。我相信警方也一定跟我同款，会认为讲你是迷醉，想袂开车自杀。不过是咪作假？连我家己都想要替我家己拍破啊！
我哪做叫安尼？那这个连我家己都袂连，我家己写。刘碧，你安心吗？你安心吗？哥哥啊，你说，那是不得已，你唔通忘。你唔通怪我。什么代志？林小妹蔡优美，林毒就死啊啦！我刚才指挥后，佮走来出来地乱，我甲大先生讲人是你害死的。你莫在老爸人讲啊！优美前两天好好，哪有可能安凶就死？这我面哪会知呀？护理单指挥讲的，哪有可能是假的呀？啊，佫有啦，你即摆人伫倒位？刚刚你真正跟张秀清出去约会？我无你遮尔啊闲啊！你讲伫个病院，我过去了解一下，看到底甚物状况啊？优美，我有一马过病，给你最后一面。你会嫁，莫嫁较成。检察官，根据现场所留落来证据，初步判断，刘文这是自杀的。优美绝对无可能自杀。会记啊，跟你讲，优美发生代志一段时间，你甲我做伙。迄个人。买去刘彩萱的裸照，不是给刘彩萱，去让阮姐找到，阮姐甲伊理论，互相冲突，才意外杀死的。到幼稚园才有这动机啊！啊，尤美，是安怎要替刘彩萱出头嘞？你是安怎唔敢大大方方去送尤美？刚才是指挥所讲的，尤美的死跟你有关系。卡叔哦，你若不是希望幼稚园抓去关，你敢会讲出这离谱的话？啊，即摆是安怎？生的不如死的，敢有这款道理？但就是去巴肚内底囡仔死来吼，我就死到好出去啦！你们两个有谁啊？你是你个幼命害死的，你害死啊！你啊，侪人，我就杀你！你老贼啊！你是破病啦！幼命是我的小妹，伊发生什么代志，我心肝人我真艰苦。幼命，你别动！你要讲什么？你讲幼命是跟你无关的，跟我无关的。全部拢过予伊，予伊健健当当哦，做阮老家子孙。之前为着要考考你台，是无是安尼？你讲的这些是彩萱过予安平的财产。我伊伫这个代志，我绝对无答应啦。我嘛同款啦。阿妹，咱行。错错。阿平，记得掉。你搁哭有啥路用？痛苦。就加深你心上，坎坷人生有波浪，应该找回你的笑容。风若是对面冲，我会用身躯来阻挡。风若是对面冷，我的一点热情卡狂向，我是一座少感动，永远勇敢站在风雨中，将爱你的心化作你的流浪，让你人生更加坚强。若是对面冲，我会用身躯来阻挡。风若是对面冷，我会一点热情卡狂向。我是一座少感动，永远勇敢站在风。